Yo, what's up, 大家好啊，今天韩饭组又出差了，我们今天要去上海，只不过这次出差的意义就是玩儿。早上起来，我问白总，我说这次去上海这么多天，我是不是得带嘉哥吃点好的呀？白总说对，你得带他吃点好的。我说一人人均多少钱？他说人均一天120。我说那我这早点已经吃完了。这是一个悬挂可调节，啊，这大概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姑娘拍照啊，都是有很多这个绝学的啊。哎，比如说你像你拍方向盘啊，这个是最俗的了，大家就不要再拍方向盘了，而且方向盘它的辨识程度是非常的高。哎，大家都在干什么？拍仪表盘，上面小马，拍头枕，这都是咱们都知道的啊。最俗的拍这个，从副驾里拍一腿，就你看，嘉哥摸着你的腿，我夸过去，往后余生，往后余生只有你。必须是 SC 运牌，不是不是不是。前面那大哥在给我找地方停车。好嘞，谢谢您。真的走，真的走。哎，吃饭去啊？吃什么呀？你饿啊？肯定是吃这边当地有名的蟹花面。我觉得上海最牛的一点，就是没有人摁喇叭。蟹花一面。你知道我在北京，如果能有这么一家店，我觉得他卖到500元一碗，我也会愿意吃。蟹花，因为上海这边螃蟹还有小龙虾都很有名。你要蘸点红醋啊，价格我给你倒点，这个要倒进去，这是要倒进去的，因为它属寒的。你没觉得我都在发呆了吗？你可以看到什么？北京的麦克伦店里那么大都没有P15现车，麦克伦上海摆了一台现车。这个太强了，这我第一次见到真的P15塞纳。塞纳，
这车第一眼都是特别丑，往越往后看越好看，真正意义上的跨时代的 hypercar。摆它旁边的必须得是那种 Project One， 就梅赛德斯奔驰出的那个，要不然就是马丁的 AMR RB 零零三。这仨车放在一块儿，属于那种跨时代的超跑。别闹，别闹！隧道里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明白了，这车到底是什么性格？什么性格？我记得原来那块写的上海我爱农是吧，就每次来上海觉得太夸张了，真的。有一条路，有一种气味，有一种食物，或者是熟悉而陌生的城市，就回想很多年前，就是自己那会儿在上海发生的一切。第一次来啊？哦，第一次来这儿，赶紧欢迎欢迎。这行啊？你看这门把，你看门把，这手摇玻璃，你看这像不像乌尼莫克那底下那个座椅？啊，这门子这感觉，你看这后排，看了吗？哎，你说他这后排为什么设计成四座的呀？他这个以前是军版，军版它就是四座，没有。哦，这那你上地下看看硬货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老板带我们去地下看看硬货。这太帅了！这风扇真的太有感觉了。你知道就这个里面的装修啊。然后就包括这个地面软装，然后这个灯光，然后它完完全全就把那种战争的那种军事基地的感觉给营造出来。而且最逗的就是，如果用中央空调，其实比电扇好使，但是必须得有电扇。对，就这种，因为它的车的年代感是在里面。所以说这块儿就是真的是让我，就我一不喜欢越野的人啊，可能就看起来都特别有感觉。我现在对跑车真的兴趣不大了。为什么？是因为玩这玩的吗？对。你天天接触这种东西，你就感觉这跑车太常见了，你马路边上都是。但是你开开这个出去，你可以说你一路上基本上就你这个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也代表了，这是真真正正的汽车文化在里面，对吧？只要能懂这车的人，只要能欣赏这车的人，他绝对是一个有文化的人。这仨色是一样的，所以说这仨是一个版本，可以说是冒险版，也可以说是幺六六。啊，冒险版幺六六，这我受教了。我看这还有两门，有四门是吧？对，它两门呢，它是叫九零。四门的它叫110，再分细一点就是90，它有敞篷的；四门它有带斗的，有带团车那种。能理解，能理解。对，然后四门呢，它还有一种是能支起来的那种是类似一个帐篷的。所以说这个车从真正意义上来讲就是第一台路虎。对，而且这个也是老一辈对于路虎的认知，而不是现在什么揽胜啊、揽运啊、极光啊什么的，就那都是为了挣钱。但这东西才是真正的老的东西。从第一台到现在为止。不改样，内饰也不改，手排的天窗，无非现在就是有的是改了自动天窗，但基本上就是手摇天窗。就全部都是最原始、最原始的机械化。对。哎，那我问你啊 ，G 和这个路虎比起来，你更喜欢哪个？就拿300来说吧，我更喜欢路虎。为什么呀？说不出来为什么，就这种情怀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咱们聊了这么多，其实我就想告诉你们，为什么可以打消这个念头了，是因为实在是太贵了。那咱们来介绍一下价格吧。冒险版的全新车的话，我们的售价应该在130左右。打扰了，130，我选择买一个2014年的 G63，是吧？这种就是二手的，基本上也得一个大几十万，八九十万。二手都得大几十万，这台都得卖到80万。那实际上他们真正的出厂年份是在哪？现在的话，均应该是2015年到2017年，2015到2017。哦，就实际上它是2015年造出来的，是吗？2015年还在造这种东西？有，哇！所以说这东西就是中国市场物以稀为贵，这个东西是给有准备的老板们去
考虑，对，对吧？所以老百姓过来也就是看一看，也不会问你价格，对，对吧？没错。就买这种车的人，他来了之后，你不用跟他介绍，他可能、他比你还懂，哎、他就比你还懂。对对对 对, 对，你就跟着他看，最后就聊个价格，啪一行 ，OK 了，搞定了。这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悍马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怎么发现它不是悍马吗？东风，这是一东风，这太厉害了。所以这底下就是加油好车的地下啊，如果你有想考虑这个硬派越野的一系列啊，在上海其实你可以来看一看啊。啊，当然我这是一条广告，你们就明白就行了。哇，今天真是过了瘾了是吧？但是这期绝对是这个圈粉越野路书那波粉丝是不是？我这回也是这个加油好车这个老板，就跟我爸关系也还行，他属于那种后起之秀，所以说玩到今天人家就能玩出这种感觉来啊，就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就是说能在国内这种这么浮躁大环境下，能有一种就是说还能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坚持到现在的这个东西，确实值得鼓励。就还是那句话，不忘初心。但是我呀，还是开着我的法拉利回家。只要有钱，哪里都是家。对，只要有钱，哪里都是家。挂地档没错，姐你 OK 吗 ？OK 吧，啊，至少人油门刹车没错。行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看我长得像韩密尔顿吗？别拍我手机号，要给我发微信。知道这是谁吗？看着我长大的男人。你别闹，我是你家保姆。Echo 创始人，我俩面瓷。这小姐姐长得挺好看的。别看了，我操！咱们都是为了作品而诞生的男人，能给我一赞助吗？谢谢。